不成兄，而且也用不着再见面了。哎，他怎么突然变这么老了？啊，他现在已经72岁了，因为有法术，他才能永葆青春。如今死了，自然就恢复原形了。原来是这样。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我们玉虚洞的无字天书，这上面记载着我们阐教的法术。我们不是应该去设计迷惑帝心吗？难道你让我们帮你一起杀掉了姜子牙，是为了夺取这部无字天书？啊，不是这样的。这夺取天书呢，只是我们计划中的一部分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下一步行动的时候了。是啊，大姐，公豹怎么可能骗您呢？再说了，女娲娘娘不是说让我们试试听命于公豹？这无字天书怎么一个字都没有啊？你不是说了是无字天书吗？那也不可能这样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是因为你心存不良。你是谁？什么人？是本座。师父，你来我阐教门下修行，竟然心存恶念，图谋不轨，今日又残害子牙，还有什么资格称我师父？师父，这要怪，就怪你处处提防我，不将这无字天书传给你真正的徒弟，却传给他姜子牙。若论道理，是你有错在先。那个姜子牙，帮你传仙授道，竟然欺骗我这个结义的弟弟，还口口声声称兄道弟。欺骗我就是不仁不义！孽畜，你不思己过，反倒迁怒他人，指责师父，还敢妄论仁义？当初我应子牙所求收你为徒，原以为能教化你弃恶从善，未曾想终究你是冥顽不化，教出你这样的恶徒，为师之过也。去吧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赤儿，这是你的劫数，至此你我师徒之缘已到，随为师走吧。